西番雅书第三章一节，这个背景有的基阿伯城有在的啊，伊无听从命令，无领受驾驶，无挖去耶和华，无亲近伊的神，伊中间的修炼是唔唔好的西，伊的心判官是应试的豺狼，一点仔米也无留到过早去。四节，伊的先知是欺负亏诈的人，伊的这是亵渎圣所，强奸辱法。耶和华在伊中间是公义的，决断无做不义的事。逐早起显明伊的公义，无过当。独独不义的人毋再见效。六节，我耶和华已经诛灭列国的百姓，因的声闹毁坏。我予因的街路冷静，地到无人经过；因的城毁灭，地到无人，也无人徛起。我讲，你单单要敬畏我，领受驾驶，安尼你住的所在，无照我所办的来度灭。总是恁对透早起来，就伫一切事败坏家己。八十。耶和华讲：恁都听候我，到我兴起抢替日子，因为我已经定着意思，召集列国，聚集列邦，将我的生气，就是我猛烈的生气，拢变伫因的身上。我的大生气亲像火，要烧灭全地。古早迄时，我要呼唤百姓用清洁言语。通求救我耶和华的名，当心合意的侍奉我，记得我的，就是我所分散的百姓，要对果实和我来献礼物给我。当那日，你的确无因为你一切得罪我的事，家己见笑，因为那时我要对你中间除掉夸口骄傲的人。你也无过伫我圣山住过，十二节，我也要伫你中间留困苦散乡的百姓，因为我靠我耶和华的名，以色列所村的人，要无做罪的，无讲白贼，嘴内也无亏财子，搁食啉困的，无人予因惊。十四节，锡安的百姓啊！应该就唱歌，以色列啊，应该就欢喜来叫，耶路撒冷的百姓啊，应该就满心欢喜快乐。耶和华已经夺去你的刑罚，挖出你的仇敌，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在你中间，你免阁惊灾厄。十六节，当迄日，要有话对耶路撒冷讲，唔免惊。锡安啊，唔通笑软，耶和华你的神是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伊伫你中间，要因为你欢喜来快乐，静静听你，佮因为你喜乐来欢呼。十八节，遐属你为无大会求欢，因为你担当灵药的，我要聚集因，迄时。我要办一切苦待你的人，搁拯救你摆脚的，聚集你受赶出的，遐伫全地受凌辱的，我要予因得到娱乐有名声。二十节，迄时我要带恁入来，聚集恁，我要予恁受掠的人倒转来的时，就要予恁伫地面万百姓的中间有名声，得到娱乐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